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喜欢用直觉办案。警察的直觉就是一种经验。但是我对这个案子靠的不是直觉，是信仰。一周之内必须破案。我们用证据来说话，只要你是清白，坐下，我们一定不会冤枉你。限期破案，总要用点特殊的方式方法吧？用特殊的方式方法也得讲规矩。死去的人并不可怕，最主要的是活着的人。如果还被死去的人牵引，那就永远看不到未来。